脂密度非常的差，是 T 值是达到负 4.2 哦，这一般来讲这个骨折的风险就非常的高哦，那一般来讲需要药物的治疗。那他因为这样觉得他的母亲年纪更大，骨质应该也非常不好，但是出人意料的，他的骨质密度是正常的 0.4 哦。一般来言，骨质越大，骨质应该年纪越大，骨质应该更疏松，但是母性母女哦，这两人却相反哦，因为一般来讲会影响骨质疏松，主要影响是基因，还在就是饮食以及生活习惯。这对母女因为他们的基因跟饮食习惯相差并不大，但是他们生活习惯相差很大。80几岁的老妇人，她是一生务农，都在室外工作，有吸收大量的维生素D， 然后也有在做劳动做劳务。那这个60几岁的女儿，她就是大多数做办公室的活动，经年累月下来，造成两人骨质这样巨大的差异。骨质疏松的病患会容易因为轻微的受伤或跌倒就造成严重的骨折，当中最严重的两种就是髋骨骨折跟脊椎骨骨折。那髋骨骨折又是当中最严重的，根据医学统计，它一年的死亡率可以高达20%，5年的死亡率可以高达50%，这相当于是末期癌症的严重程度。那这些骨质疏松造成骨折的病患，他们通常是属于这个骨折后的并发症，包含的长期卧床导致的肺炎、泌尿感染，以及下肢静脉血栓以及褥疮等等并发症。要战胜骨质疏松有4个要点，分别是饮食对、习惯好、早发现、早治疗。饮食包含要注意的就是注意钙质以及蛋白质的吸收。习惯部分就是多运动、晒太阳、吸收维生素 D， 好维持我们骨骼健康。再来就是 不抽烟以及不过量饮酒。那早发现早治疗就是透过骨质密度的筛检，了解提早了解自己骨骼的状况，以及跟医生讨论适合自己的骨质疏松治疗方案。